心不间断。新竹市长高虹安出席爱心圆友会活动，但深陷的男友干政争议还在烧。谢谢。自己要跟谁报备？谢谢啊。高虹安标准在哪？避而不谈。日前明令市府首长未经报备不得接触李中庭，也会用最严格标准约束自己。但两人每天住在回建筑，天天见面，高虹安又该跟谁来报备？高市长他要详读《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》，还有《公务员的廉政伦理规范》，因为约束别人容易，约束自己并不容易。高虹安不再对报备令多做解释，毕竟要烧脑的事可不止这一桩。不懂今天联署，然后接下来要联署会来帮忙，是我们那个新竹市选委会主委身份，大家因为是新竹市选委会主委，所以我现在是没有办法谈选举的事情，不好意思，这样我也违反选罢法。不过高虹安的新政治还包括把已经有20年历史的米粉节变成竹堑节。谢谢。米粉节会变成竹堑节。谢。是因为前市长。谢。改朝换代后标新立异，竹堑节不在米粉寮举办，因为连结度低，导致竹堑特产节却没有米粉工会摆摊，还被发现第一摊就是不动产商业同业工会。既然都可以让房仲工会参与，却不采纳米粉工会的意见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竹堑特产节是工会主办，地政处协助设置摊位，却遭到民代以及社群媒体不当连结、不动产炒作，我们感到很遗憾。哀鸿房仲成为新竹特产，高虹安与建商的距离已经越描越黑。金星网黄轩、陈志峰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